宣告在今天，就是主喜悦，被掳的释放的。我们宣告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信心要配合什么一起走啊？行为。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呢？死的，是没用的，是死的。 Amen。 你不要去想说神是用什么，神是用这个方式还是那个方式还是什么方式，不是的，你就去做，就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，还要超越过你所求所想。很多时候在信心里面觉得不可能的，那个时候是觉得不可能的，但是神的 answer 是 yes。 坐在圣洁宝座之上，万民都满心期待。